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te 林乐怡。最近咧成日落雨啦，令到我唔少嘅行山行程咧都阻碍咗。咁我就谂啦，落雨其实香港有啲咩地方好去呢？今日咧我就嚟到荔枝角嘅 VR Live 呢个地方咧玩 VR。咁事不宜迟，入去睇下系咪真系咁好玩啦！要去 D2 Place 咧，好简单嘅啫，只需要搭地铁去到荔枝角嘅 D 出口，然后上一层一路直行咧，就会见到佢哋个铺面噶啦。佢哋间铺头虽然唔算大，但其实咧都已经有好多个 game 俾大家玩噶啦，仲要有吧台去俾大家休息添。咁咧，我啱啱就已经俾咗钱啦，咁佢就$220咧就可以玩三个 game 啦，平均每个 game 应该都可以玩到15分钟左右嘅。最笋嘅嘢咧系，我都估唔到有啲咁嘅优惠。但如果你買飛的話，你可以任飲這一類型的非酒精飲品，那都挺划算的。話說這裡最好玩的就是這個 The Artist 的恐怖主題了，第一個就衝去玩了。這個遊戲分三 round 的，第一 round 就要聽個故事先，第二 round 就嚇鬼死你，第三 round 就要靠團隊合作了。看完故事了嗎？佢自跳咗线啦！
分數的，你我睇分數先，嚟。冇理由的啦，五號係阿 Tim 1750咩啊？然後之後 Florence 係四號，我係四號嚇。咩啊 ？Florence 四號啊？你問翻工作人員。冇理由，我覺得自己係神槍手喎、啊。唔要啊，肯定造假。你兩個造假，喺邊就知道我幾投入啦。撕爛佢，冇嘅咩事。咁我啱啱已經玩完嗰個獵殺煉獄啦，喂，真係幾好玩，一好真實啦。但係就要多啲人玩好玩啲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佢啲喪屍四方八面咁樣衝過嚟咧，就係、是、血肉模糊嘅畫面咧，都乜都睇唔到。咁咧佢除咗有個眼罩啦，有支槍啦，呢支槍好鬼重，我想講，同埋有一個呢個類似竹櫃咁四對咁嘅背囊啦，咁就成 set 咁樣玩就好 pro 嘅真係咁。好，最後一個 game 玩咧就係、是、我呢個大卡車啦，就叫《深殺煉獄二》。咁咧佢就喺個車上面玩嘅。咁我之前有一次玩咧就係、是、一個人玩啦，好快就死啦，血肉模糊。咁今日咧我就同兩個 friend 一齊玩，希望咧應該可以捱多一陣嘅。應該可以捱多一陣嘅。我四方八面嚟緊啦！我黐線。再多啲人先玩到，佢真係四方八面咁樣衝過嚟喎！喂，你死咗幾多次啊？我死咗三四次啊，起碼。我都係死咗三四次喎！我哋咪癲啊！死啊！應該唔係。但係呢個 game 最多可以有幾多人玩？最多而家五個人玩。呢樣嘢就係因為佢啲槍其實都幾重啦，咁開頭我哋咧個個都係用隻食指去咁樣撳撳撳撳撳啦，咁撳到攰之後咧就用無名指，即係用中指咯。喂，终于，有啲 friend 啊，同我哋 say hi 啊！好快嘅点啊！哦，原来30和31号咧呢度会有个特别嘅诶万圣节嘅节目啦，咁就会某个价钱之后咧就会无限饮啤酒。系啦，咁啊留意翻我哋 Facebook 就可以。系留意翻佢哋 Facebook 宣传就觉得有。喂，最后好唔好玩先？好玩。有冇介绍错先？哎呀，好皮啦，认真啊！哇，真的好好玩啊！整你个肺，整你个肺，几刺激嘅！嗱，呢个就系佢个牌啦，非常好。如果你大家落雨嘅话，就可以嚟呢度玩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嘅片嘅话，记得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再揿埋隔篱个铃铃，咁之后身边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噶啦。拜拜。